刻精选，好知识就在耳边。谢谢谢谢谢谢各位。说相声二十多年了，这是第一次公开的正式的在舞台上来说评书，目的是抛砖引玉。我呢就是那砖，玉在后边是苏州弹词，说的不好大家多原谅。我说的这一段啊，是我最近呢新准备的一段自己攒的活，叫做武大做亲，也就是武大郎娶媳妇儿啊。武大郎要娶媳妇儿这事儿啊，惊动了乡亲邻里都来凑热闹，您知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武大郎啊，长得是又矮又丑又窝囊，前不久才吃上官司，拜地坐监坐了三个月的牢，怎么一放出来就要娶媳妇儿了？嘿，谁愿意嫁他呀？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啊，要来看一看这武大郎的媳妇儿长得怎么样。毕竟是办喜事，再穷他也得布置布置。这武大郎住的那家门口就贴上了大红喜字，挂起了大红色的灯笼，就连院里那棵老槐树啊哟，也结上了红色的彩球，添点喜气。哎呀，这个屋子里呀、院子里呀、巷子里呀，那早早就已经塞满了人了，比今天人来的都多呀。哗，像开了锅似的，那股子热闹劲儿让人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是隆冬腊月。就听得耳边一阵吹吹打打，鞭炮噼啦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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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人就喊呐：花轿来了，花轿来了，花轿来了，看新娘哦。这花轿啊就由远而近的就快要进门了。在这轿子里端坐的是新娘，谁呀？潘金莲。好极了，都知道是潘金莲。潘金莲长什么样您知道吗？有多漂亮呢？这潘金莲他盖着红头巾，说他有多漂亮您是看不见的，我呀我也看不到。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绣花手绢，在那儿揉啊捏捏揉啊，幸好这花是绣上去的啊，不然就被他捏碎了。潘金莲的心里非常的忐忑不安而紧张，为什么呢？